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听嘅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， 今日要同大家导航嘅系酷比魔方 iPad 40 Pro 平板电脑。酷比魔方系中国生产 Android 平板电脑大品牌之一，佢配置咗 Android 11系统， 10.4 寸嘅 2K 高清 2000×1200 嘅屏幕，并且支援 AI 智能图像调节，同埋 Mali G52 游戏级显示嘅芯片。在声效方面，它配备了优化设计的四个扬声器，加上调音智能 Smart 片芯。在镜头录像方面，前置镜头有500万像素，而后置镜头有800万像素，并支援自动对焦功能。而在处理器方面，它配备了 T618 处理芯片和 A55 的八核 CPU， 另外内存了 8GB RAM， 平板电脑还内置了 6000mAh 大容量电池。而除了一般平板电脑功能之外，它还是一部电话，还支援 4G 数据上网和语音通话功能，还可以双卡相待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来到这里了，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酷比魔方 iPlay 40 Pro 平板电脑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，同埋记得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 啦，当然都可以去门市找我们的同事了解多些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